哎呀！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今天就想洗吹一下。啊，洗吹一下是吧？行，那咱们先去洗一下头发。美女，我们家吹头发有28、38、58，你想吹哪一款？这几种有什么区别？28就是传统吹风，38的话是我们家的特色，这主要是不伤发，然后吹的也比较细致。58是我们家爆款，就是比较潮流一点。你看你想选哪个价位？来个38吧。哎，好的，放心吧，保证美美的啊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这款就是细致嘛，所以说我们要慢慢吹。要不然你试试我们家58的吧，58是我们最流行的，也是我们家的爆款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好嘞，放心，美女，保证美美的啊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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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怎么样，美女？我们家这款爆款，还满意吗？